还是要回到昆明。昆明。到达目的地龙凤酒店。여긴줄알았더니여기여기구나아동탈와글씨멋있죠여긴가봐요아니그전호텔도그렇고여러군데다가이름을적어놔가지고헷갈려现在美团还是携程的？携程的。你看它是不是没有下单成功？真的吗？这里没有显示。就是这个，不是这里吗？是这个。把你的扫码登记一下，扫这个码。啊，我是外国人，所以好像是我身份证号里面有一个英文字幕。身份证。嗯，身份证。哦，哦，没看过吗？没有。我昨天的酒店也是，第一个外国人是我。我昨天的酒店也是。我也是第一个。这个是身份证号码。嗯。然后这是我的姓名、出生日期，就是这样的信息输入之后应该没问题，因为你们的酒店可以接受外宾，是吧？对，我真的不会弄。等一下，我问一下。啊，没问题。那个是护照，然后后面有一个签证，所以所有的都复印一下就行了，应该没问题。一个人过来，你那边你可能还没去那边，湿地公园挺漂亮的，附近吗？嗯，哦，那我明天要去，请告诉我几个地方。你下一站是在昆明是吧？嗯，你下一站打算去哪？其实还没决定，我再看一下，然后再决定。西双版纳下一站可能是，嗯，然后橙子古村的话，可以坐着公交到那边吗？你可以坐那个，就在隔壁嘛，我们的客运站就在这里啊，你直接坐那个永宁的那个客车下去。哦，他会带你看一下，起点终点都在这里。哇，太好了！你是做什么的？还这么年轻漂亮，出来旅游挺好的。那个你的最终目的地是哪儿？云南，然后四川，然后再到青岛，然后再到韩国，这样的。那你的下一站就是那个西双版纳，是吧？西双版纳。哎，好。西双版纳，你也要去到，要去到昆明。从这里直接到西双版纳的有没有？没有。有高铁。弥勒，从弥勒坐高铁。奥卢古洞，你去过吗？哦，这个也是，师傅也告诉我的。云南的奥卢古洞，那个奥卢古洞挺漂亮的。奥卢古洞湿地公园挺漂亮的，湿地公园是最近的地方。嗯，最近。嗯，奥卢古洞也。那明天一天不够是吧？应该不够。嗯，你看云南橙子古村，嗯，他拍的照片，你看这么漂亮。嗯，那我再住一天吧，可以吗？你要两天才游得过来的，是吧？嗯，直接从这里坐完约车到。啊，是这样比较好。我离开的时候到那个地方，然后直接到那个火车站就行。还有这个车吗？你看，啊，走不了。这边自行车，这个也可以扫二维码可以骑的是吧？可以可以。哦，那好，我要试一下。还是你住我们这个店是不是住对了？住对了。刚好遇到我，今天没上班，也是，走着过来。太漂亮了。버스정류장이바로옆에있대요고속버스정류장여러가지안내해주셔가지고되게알차게또여기있는시간을보낼수있을것같아요내일아침부터좀해야될것같은데근데나여기서지금영상좀정리하려고했는데일단은좀열심히찍어야겠어요여기서와엄청깔끔하다여기평점이엄청좋더라고요너무좋다여기윈난은화장실이다이렇게생겼더라고요네저는요거괜찮거든요네요거좀힘드신분들은참고하세요일단은얼른내려가볼게요설명해주신다고했으니까바로내려가서여기랑이렇게좀보고다시오겠습니다지은지얼마안된곳인가봐요바로옆에해주셨네여기엘리베이터고엘리베이터바로옆에지금얼른얼른자는게최고인데지금영상정리하다가맨날못자와非常好这个房间非常好新建的吗是的，这边你看就是一个美食城，这边是一个特别小吃太多了。哦，客运站就在这里呀，你看。哦吼，这里进去吗？哎，从这里进去。到那边买票就行吗？不用预定吗？对呀，哦，这里买票就行。这边有哇，24小时营业，哇，包括小桌菜，很好吃的。前面还有，我是今天晚上走路过来的时候才看到那个营养针啊。你去过普者黑吗？普者黑啊。
高铁里面的最后一站就是。对呀、啊哦，从弥勒去33分钟就到了。你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可以过来吃。你看这个挺好吃的，是吗？这个眼。那我明天早上。你明天早上你就过来。还有这一家的王翠快餐、嗯，这家也很好吃的。自助餐吗？自助餐有很多很多、啊，你自己想吃什么店，是。有10多个菜的，好像这么好。嗯，这里、哦，我觉得这个地方管理的特别好，都是新的感觉。我觉得卫生挺好的。这是有一个不同的有制度吗？为什么这么干净呢？比其他的地方，我们是列入那个全国文明卫生县城的。啊，特别感谢您。哇，这么好！加不到微信，你要不然加个微信啊？啊，好，加吧，加吧。从这里直上去，再顺着那边的大街过去，这个网红街就在那里了。哦，热闹的那边还是小饰品啊、吃的、用的那些，哦、全部都是晚上在出来摆的。然后网红来的多。对呀、啊，这么厉害。我找你吧，以后去韩国就找你了。哦，没问题。就是刚才你说你5年后就退休。真的哦，有这样的计划。我今年50岁了，不会，我是在家庭教育系统，我是老师，我现在是在局里面，局里面，教育局。很高兴见到两位，也很高兴啊，你过来我们这里住，也很高兴啊，我们你可以叫我王姐，王姐，对，王姐姐，嗯，可以坐一下吗？嗯，哇。哇，那我的好漂亮！如果你想去的话，你去看一下，泡一下温泉，然后你就回来了。对，那也是欧洲的，这2天没问题的，你直接去那里售票站那里买票就可以了。反正你到西双版纳了，还是要回到昆明。昆明？不会吧，从这边可以看一下，直接到吧。还是要返到那个昆明的，你返回昆明坐飞机嘛，飞机挺快的，10分钟就到了。漂亮的地方太多了，这边。嗯，是的，是的，我们云南真的多的。就是啊，明天这个奥姆古洞叫云南第一洞。哦，你如果说能吃我们这边的东西嘛，还是就挺好了。嗯，布条米线，还有一个叫菌子米线，也很好吃的。我们这边的米线是这样的，如果你吃的一碗不够，还再吃一碗，但是它那个是免费的，非常非常多。我们这边还有一个美食城，你网上搜了奥姆古洞有吗？嗯，已经搜好了。哇，他又去了那个了，他又去那个皮子黑了。嗯，进洞口的那个，你看里面，嗯，它都是这个七彩的。这是那个古洞里面的吗？洞里面，就在溶洞里面了。这么厉害？嗯，太厉害了！你那么年轻就出来，游了好多好多。哎，我们现在就是去不了了，要到退休了。退休我也想去，退休。谢谢，真的帮助非常大。谢谢。정말정말다양한곳을소개해주셔서너무알찬여행이될것같아요예전에갔던곳이라서쿤밍은약간쉬는느낌으로갔어요제가그래서따로물어보거나그러진않았거든요여기서부터는지금부터는이제많이보고이렇게다니려고해요방이진짜깔끔해요새로지은거라고하더라고요안그래도색깔도되게예쁘다여기밖에이렇게창문이이렇게돼있고뿅바깥에계단보이고요그다음에충전하는공간도아여기는일자로돼있는데저쪽은동그란걸로돼있네요이렇게하면충전할수있거든요근데하나밖에없네하나더있어야될것같은데이불도너무촉감도좋고요너무좋아요이거는샤워젤하고샴푸물컵이렇게비누지금빨래하려고요